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今天呢，要拍一个不知道什么影片，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我每次拍什么，除了我自己的主题以外呢，我都直接来了啊。怎么样？我刚刚去楼下帮你拿了一个包裹。不是，你不要再拿包裹，因为拿包裹都很奇怪。打啦啦啦啦啦。有点什么感觉吗？你这个要送礼物，送这个是什么啦？我怕你看到里面的东西啊，就是挡一下啊。我拿到这一包卡地亚，把它的重量就让我觉得非常疑惑了，好吗？是有这么大颗的钻石还是黄金在里面吗？每次开包裹就一定跟穿衣服有关系。这些是什么？使用。这些全部都是你等一下要拍的东西。我看一下这件，我觉得这件还蛮，这件感觉蛮正常，不过中间这个洞也太大了吧？那你干脆拿两片叶子给我就好啦。哎，这件我穿过啊，这件你看这样就很辣了，你等下就这样出来。那我干脆全部脱掉，很辣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怎样？不是辣，不是辣，你看它前面这么肉这么大一个，为什么？前面都要长这样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哎，他又怎么了？他又怎么了？这要怎么穿啦？两个字，大众计。怎样？现在是我们有洞是不是？是怎样？这边最经典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那边哭，讲说你要小 k i 的那一种，那西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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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怪怪的。透得过去哦。你看到我脸吗？就是这样子哦，骗他是这样子好不好？下面虚米，下面虚米，不是上面是怎样啊？上面也可以虚米啊，你那个不行啊！好啊，那我们第一件衣服去换喽。你不要偷窥我工作的。不好意思，最近吼，我到迄个上偶啦，所以穿个安尼啦。OK。现在这个风格，要么就非常的那种完美，或者是就是偏酒店风格，配搭配一个金球包。这个心机的弯腰。对啊，你刚刚那个心机弯腰哎。哇。或者是丧偶，因为就是年轻寡妇想要找下一春，所以呢就会穿，例如说内饰这种衣服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件衣服，因为毕竟前面就是有容乃大，所以呢，一般女生都会放 new bra。你的 new bra 呢，不一定要买你的 size， 你知道吗？譬如说你是 C， 你就尽量买 B，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露出来。那今天这一件呢，我跟你们说，一般妹妹就是喜欢这边有一点勾，但姐不一样，姐现在要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模式，一套两穿，马上变模式出来。哦，哎，现在到南极了吗？哎，马上下面就有露出了什么这样的感觉，就比较不像。上楼的感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说没有的话，他会再往上拉吗？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 new bra 这个东西真的很看衣服，但我很不喜欢，就是胸部挤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给它撸掉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男生那些不懂，说胸部怎么变那么小？有穿内衣跟没穿内衣吼不一样啦，你有种吼下次去拆炸弹哦，你就知道拆炸弹的感觉是什么的啦。第二件，下一套。昨天的再讨完了没？明天还有十笔要收，要记得啊，帮我拿走。这件衣服，它太透明了吧？你近看它完全就是已经穿过我身了哎，这个颜色，这种东西就是穿黑色的感觉就会比较安全感。而且这件衣服啊，你知道吗？超级超级贴我的身体，这也是保鲜膜的一环哎。所以这件衣服呢，要前凸后翘才穿得起来，再加个罗马鞋哎。OK， 有没有？讲这件，如果你没有搭配件的话，就会觉得有点给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这件如果搭上了罗马鞋，一整个就是女战神的感觉。帮我披一支箭上去，有没有？就会觉得说啊，我在意大利随随地背个包包，轻松的在路上都可以驾驭。他当初还不懂我罗马鞋的感受。重点是我跟他讲说，我看不懂那个蝴蝶结到底在干嘛。哎，这蝴蝶结可爱，因为罗马鞋看起来就是气场比较强。他说。你气场比较强，你那搭罗马鞋看起来很难亲近。没有，我就是这么的好亲近。每一个女生都一定要有一双罗马鞋。如果男生跟你说看不懂罗马鞋，他不懂性感。
就是你的小天使。我跟你说，这件衣服呢，很吃身体的颜色，我是搞不清楚中间这几条线是什么东西。一样，我会先穿有加 new bra 的。如果你的身体不够晒黑，它就会感觉有一点肉欲感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头 Q 他又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为了要调节它，我搭上了一个可爱的小白，这个小白发箍就可以让它看起来比较甜美。下面呢，只需要穿一个有跟的小凉鞋，千万不要穿那种很高的。来，有跟小凉鞋出现 ，OK， 就像这样子，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哪个邻家女孩啊？现在我要去把它变成我的样子，因为基本上呢，大家就比较害羞，会用 new bra， 那我现在就不遮住。Shining shimmering。会让大家更好的比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帮你们准备了两边，一边有凸，一边没凸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凸的话不靠谱，不知道因为它的颜色太浪漫了，所以你凸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那如果没凸的话，就贴一个小胸贴在这边，它就很迷人了。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就是要没凸好看，要鸡凸的衣服就是一定要它是比较偏深色系，就真的很深的那种。不适合是我们就不要做，我们不要说硬凸好不好？果实硬摘的不甜。这是什么啦？哪有人穿这种衣服啦？而且中间就长这样。挺的或怎样的话，怎么穿这件衣服？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想 ，Let me think。哎，我是大陆小姐姐，大陆王美小姐都穿这种风格的哦，一定是要戴一个帽子，衣服浮夸没关系，再加上一个小白鞋。哦，对。有没有？它完全没有办法搭 new bra， 因为中间它就是一个空洞的。我能把它穿这样，应该算是化腐朽为神器了吧？我跟你们说。人要有气质，性感并不是你穿外面穿很少，外面怎样就很性感，性感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发自出来，知道吗？红配绿，五告诉你，五告诉你啊，有没有？敢出来吗？我跟你说，整天笑笑笑笑笑笑，这件我真的出不来。我们哦。我要想象的是什么？下棋啦那种。I'm on tonight， 是虚名虚名虚名，是你有虚名啊！我现在是根本是整这样哎、欸，而且这件衣服要很瘦哎、欸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件衣服把你自己想象成谁，你就可以成功。Beyonce，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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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没有？好了，这件衣服呢，我想一般人也不太会买了。这件衣服就很适合什么跨年，来给我一个 champagne。我感觉去那个电音 party 蛮适合的哦、oh， 啊，我知道了，伊比萨，我之前去克罗埃西亚那个小岛，他有一艘船是半夜十二点出发，然后他会到一个岛，早上六点才会回来，他就是专门载过去在那个岛上 party 的，我觉得就非常适合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蛮像那个蔡依林若开演唱会就会穿这一套，有、啊。打蝎贼小李子蝎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还是哪个姜惠？姜惠。回家一。是不是？穿这样哦、喔，我尽力了。好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OK， 我们今天奇葩衣服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也很敢给我开箱哎、欸，要看到我妆有多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叫我穿这种衣服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衣服就是要带妆才好看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女性朋友们。台式的那个重金属，台式的就是要摇头啊、甩头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找到这件衣服的定义意义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是可以的。可以，之后血肉开演唱会，我就拉你去。哎呀，我们做这种行业的哈，就是适合有这种衣服可以出去的。好了，大秦宫。